哎，我说咱们打这会儿都勤招呼着点啊，今天可是白日了的头一场大戏，打这会儿啊都加把劲儿啊。好嘞。小老板呐，这皇军司令部可有规定，10点前这戏就得打住。我看呀，咱们这戏还真得马前了。那唱不完怎么办？ 观众要是不答应呢？人家可是买了整场的票啊！哎呦，肖老板呀，这唱的完唱不完不全在你呢，帅爷几招那不全有了？再说，听戏都明白呀。再说啊，这日本人咱们惹不起呀。班主，啊，前翻译官等你去回话呢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崔明伟就来了吧。 小老板，赶紧抓点景，我头了，赶紧应付应付去啊！哎呦，小老板，话差不多得了，别整太严。你什么意思？蹬鼻子上脸是吗？ 你们安什么好心呢？我看是你没安什么好心的。哎呀，我说那老娘们儿啊，有情有义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臭不要脸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是看大伙儿啊都要去赵州城打仗了。你说你躺在那儿挺尸，我看不下去眼儿，才帮你偷了个烟炮。好了，你抓紧时间吧，大伙都要下山了。我跟你说过没？只要让我抽足了，那我浑身上下那使不完的劲啊！ 现在在我面前俩大小伙儿，那都不是个儿，看见没？德性吧！赵寡妇，我跟你说，你瞅我的臭嘴，谭老姨，亲家，我告诉你说啊，等哪回打了响窑下来。 我呢，一定千方百计的给你整上好衣裳回来。你那副德行吧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只要是把大烟戒了，比啥都强。嘿嘿嘿。二丫头。 二丫头，二丫头，哎，二丫头，那带着我呀、啊！二叔，你也去啊？那是啊，那早先你哥带你们出去砸响窑，哪一回？嗯，少落二叔给你们保驾护航啊！别看你不孝敬我，我可挂着你呢。弟兄们，走！哎，老爷子，行了你。哎。
はい、はい、すいません。各位雅静啊，今天是鬼谷先生50岁的寿辰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代表大家祝鬼谷一郎先生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祝他永远健康长寿。下面请鬼谷先生登台讲话。女士们，先生，首先感谢你们来参加今晚我的生日晚宴，预祝你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为了我今天的生日晚宴，我特意请了和盛尊的小老板来助兴。交代的任务必须完成漂亮的，快点开车，坐好了，董小鬼啊。小松哥，
ごばんそごにたんやくをとる。どうしてこんな夜中に。バカ野郎、お前は聞こえないのか。コレンが攻めてきたぞ。 司令，抗联进攻赵州了！不要杀了，马上出发！赶紧！小老板，今天这一劫啊，就算躲过去了。 发电机是新的吗？是新的。你们不是只提起弹药吗？哎，哎，哎，同志，这么多，怎么弄啊？关键是发电机，需要东西，能搬就搬，不能搬就炸。 营长，这回就算完事儿了呗？完事儿了。<笑><笑>
报告司令，半小时前发现抗联主力部队攻城。抗联主力？营长，挺牛啊！哎，啥时候能响啊？该响的时候一定会响。战干的那叫一个漂亮啊，过瘾！就是，那家伙军火库炸的，大晚上的，照的跟白天似的。来，弟兄们，这碗酒我敬你们。来，来，来，营长，啊，干，干了。哎，行了，我呀，去敬敬黑风岭的弟兄们。好，好。黑风岭的弟兄们，这碗酒呢，我敬你们。这回要不是你们帮助我，我们说啥也赢不了这场仗。我敬你们，干了！来，干了，干了，干！行，快坐下吧。来，大郎家的。这碗酒呢，我敬你。张大哥，以后别管我叫大当家的，叫我小凤就行了，知道不？哎，这碗酒我敬国才兄弟。啥可敬的呀？屁仗他妈没打上，净他妈吆喝了。哎，是不是就你们独立营的人能打能杀的？我们黑风岭的人就只有吆喝的份儿是吧？那二当家说的对，你们让俺们指望个吆喝啊？你们扎旧裤都来劲儿啊？多过瘾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那多过瘾。二当家的，这话呀可不能这么说。这打仗呢，不但要有胆气，有本事，那还得是合作，啊！你看，就拿这回说吧，要不是你们牵制着敌人，那说啥我们也不能那么顺利的炸掉军火库啊！你啥意思呀？我们黑风岭的弟兄只配当陪衬是吗？当家的，你咋说话呢？什么叫陪衬啊？这叫合作，听明白没？大当家说的是对的，咱这是合作。大当家的，有句话呢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江大哥，有啥话你就说呗。我想真心诚意的邀请你。还有黑风岭的弟兄们，加入我们独立营。弟兄们，江大哥
想邀请我们黑风岭加入独立营，我愿意，你们愿不愿意啊？愿意，愿意，愿意。好，好。犊子玩意儿。请你来做我的解错。我也是一个立过赫赫战功的军人，我是大日本天皇永远的忠勇武士。没想到这次败在了一个小小的江雪原手里。炸我的军火库，送给我生日一个大利亚。我无愧大日本皇军的称谓。以死谢罪，知道吗？司令，您要三思啊！这次的事件不能全由您来承担。我们可以把责任全部推到独立营身上。您的报告中不必提及您过生日的事情。可以写成独立营人马赶到，人数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兵力，才造成了我们的惨败局面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混蛋，什么抗联的主力，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，你这是对大日本天皇无耻的侮辱。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中国人有句古话，留得青山在，抗联是我们的心腹大患。通过这次，我们也正好可以向总部请求增派兵力。也只好这样。小道君，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。谢谢司令夸赞。这次的报告只有你来写了。嗨，你咋出来了？那个
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还整的文绉绉的，说吧。那啥，你成亲了吗？你问这干啥呀？没啥，我就随便问问，你到底成没成亲啊？早成了。早成了？那咋没听你说过呢？嫂子在哪儿呢？他牺牲了。牺牲了？啊，那啥，这外面怪冷的，赶紧先回去吧。我呢，去找找连山他们。干啥呢？队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队长，嗯，我觉得大当家对你不错，我瞧出来了，好像看上你。你把那臭嘴给我闭上！笑啥笑啊？真的，大当家呢对你可上心了，见天见着就问你。那天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哎，连山大哥，你们营长成没成家呀？”我告诉你啊。你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，睡觉去。哎呀，急了。胭脂，别送了。胭脂，等我完成这次任务，我就回来找你。你记着，现在赵州的形势非常危险，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知道，雪原。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，我等你平安回来。雪原同志，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。徐愿之同志牺牲了。明天，从总部有三名要员要来到赵州，你一定要保住他们的生命安全。哎，三名要员来到赵州，他们是要去哪里，要干什么呢？不该我们问的就不要问了。哎，属下派一个小队沿途护送。哦，一个中队。哎，一个中队。保护三个人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小道卷，这次任务你必须亲自带队。嗨，三名也非常重要，他们是带着帝国的特殊使命来到赵州的，所以这次行动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。嗨嗨。
三名人员非常重要，他们是带着帝国的特殊使命来到郑州，所以这次行动不能出现任何纰漏。干啥呢？我，这过来。啊，我，你这忙的啥呢？不是他，我今天来吧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跟你说，上回咱合作的不错，咱以后还得接着合作。以后？这咋还有以后呢？不是，这军火库的大火，我现在想起来。腿肚子还发抖呢。哎呀，那你啥意思这是？你这打算不干了？哎，军火提领单、地图，你是想让我把这个交给鬼谷吗？哎，不是，哎，江先生，您不能这样过河拆桥吧？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你的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，你堂堂一个中国人，啊，成天跟在鬼子后边，跟个狗似的，你这汉奸打算当到哪天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们放过你，鬼谷能饶了你吗？你好好跟我们合作，我保证你跟以前一样吃香的喝辣的，但是听好了。别给脸不要脸，啊！我一定合作，能不能先把图纸还给我们？呀呵，你这是要讨价还价呀？不敢，不敢，我一定好好合作，好好合作。那你可听好了，往后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要及时告诉我们，争取立功赎罪。哎，一定，一定。说。我要是把这事说了，算不算我立功啊？那得看你说的啥事儿啊。关东军总部要派三名要员到赵州，鬼谷一郎派了一个中队去接。派了一个中队？是啊，这阵势来头不小啊。啥时候？明天中午。行，你接着打听，有任何情况及时告诉我。一定，一定。这次鬼子的官员分坐了三辆车，咱的伏击地点就是红草沟，这儿离哈尔滨300多里。离咱们赵州城40多里，打完以后，咱借着天黑可以撤。营长，这回来的啥人啊？鬼子居然派一个中队保护。就是啊，这一个中队那也太邪乎了。就是。这些人的身份，还有来的目的，暂时还不清楚。但是鬼谷这么干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这个人的官比他大，所以咱就擒贼擒王，先杀杀鬼子的锐气。鬼子一个中队，100多号人呢。就咱们几个？关奎我已经派到黑风岭了，我让黑风岭的兄弟们给咱们打增援。大伙可都记住了，这回能抓咱就抓他一两个，到时候要挟鬼谷，要实在抓不了，就地歼灭。咋的呀？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干啥呢？你跟江雪原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嘿，你啥意思？你偷听我们说话呀？哪句啊？哪天啊？我跟江大哥说的话多了去了，不知道你说啥呢。放，
我就是觉得跟独灵合作，他不是个事儿。跟独立营合作咋了？不都是打鬼子吗？你自己说，是土匪的名声好听啊，还是抗联独立营的名声好听？这打鬼子和打鬼子不一样，我说的不是名声的事儿。那你想说啥呀？我，你说呀，凤儿。咱们黑风岭像一家人似的，多亲呢！你看跟这独立营这帮外人整的啊！啥内人外人的？咱黑风岭的兄弟和独立营的兄弟，这都是一家人。你跟我哥可是磕过头的兄弟啊，所以你就是我亲哥。咱俩说话不隔心，真的？当然了。行，那我就说真心话，我他妈就不喜欢独灵这帮人。二当家的，这俩陪人来了，快有请。二当家的。哎，大奎兄弟，你咋也这么叫呢？咋的了？张大哥没告诉你啊？我是抗联独立营第一大队大队长。嗨，报告大队长，独立营有任务。说。小老板，你咋上这儿来了呢？我寻思逛完这湖我就给你送过去了。后脑勺长眼睛了？后脑勺长啥眼睛啊？这小老板人没到呢，香味就先过来了。那你就是属狗的。怎么，听说今天你告假呀？啊，老家有亲戚要结婚，我得回去随个喜儿去。嗯，今天晚上我就不能过去给你蓄水了。不过我跟班主说了，让门房的丫头今晚上给你看湖。你牛大哥替我想的这么周到，我也不能装傻呀。拿去随礼吧，算是一点我的心意。小罗，这可不行，这不行。怎么？嫌少啊？不是这意思。不是就拿着。小老板，你看，这是无功不受禄啊！我这还挺能整词儿的，无功不受禄，让你拿你就拿着。老爷们出去喝喜酒随礼，就得大大方方的。你看你，我行了，别你呀、啊、我呀的，烧点水，我渴了。赶紧给我送屋去。哎，喝你送的水啊，我放心。胜利啊，今儿你不伺候你那小老板喝水啊？啊，胡子，营长知道，小老板今晚唱的是《独占花魁》，我是喜欢听小老板唱戏，可是打狗子，我牛兄弟啥时候喊我？哎，就你，还独占花魁，小玉花让你占了吗？还独占？你们，营长，你瞧着他吧。行了，别扯那没用的。
分头出城。陆家小心。连长，你小心。明白，快走吧。一条没人能回来的路，义无反顾，不怕辛苦。一场不论公平的战役，为理想杀敌。眼看战火烧四方，荒野旷，遍体鳞伤，绝不投降。战役为理想杀敌，满天下着黑的雪，天地间满目疮痍，无人看见。永远的春天。